我们接下来另下一个提案是小班跟 PetCon， 他们在伦敦有举办 G0V 的 Half Night， 然后他们接下来在明年1月3号，哦，应该预计会在1月3号在伦敦也会举办这个 City Half Night的活动，然后如果在座的朋友有可能会去伦敦的话，也许可以关注他们。然后他们在他们前阵子有举办就是 City Hat Night， 然后就是应该是第二次，然后他们有上传相关的直播影片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观看。好，那结束小班的部分，那接下来最后是活动的最后一 part 的提案，那是纠松团的部分。那